一般我们数位照相机大概你拍起来就像这样，前面清楚，后面也清楚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人家那种专业的有没有？专业的那个摄影机，它可以自动，可以调整焦距嘛，所以我可以让前面清楚，后面变模糊，因为我焦距就定在前面，好，定在前面。那如果我们只有这个数位相机，一般的数位相机能不能也有模拟这样效果？可以啊，那个效果跟我们应该是早上还是下？昨天我们不是有做过那个，对，模糊那个效果有没有啊？然后再去涂啊，脸的那个对不对？那个是一样的道理。现在你就可以试试看看了，怎么做？复制一层，我把它丢一层。以这张来讲，就复制一层，是不是来这边滤镜里面有没有个模糊？好，其实一样的做法，你大部分都是用高斯模糊比较多啦。好，如果你要背景模糊一点，你就设多一点。那我这个不要设那么多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确定。你先做到这样，好，来试看看。好，那你现在这个已经做模糊了，我们是不是也用过这个？好，我想你会发现以后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个叫做图层遮色片。刚刚那个调整图层有没有图层遮色片？也有，所以一样的道理，只要在调整图层遮色，就是图层遮色片里面。只有主要就两种颜色，黑色、白色跟那个灰阶。哦，灰阶好，我们把它点下去。那你就看你哪里要清楚了，是不是用这个？但是要注意一下，预设是不是全部都白的？所以我要哪里？我要把哪里地方要能够看到下面这张透明的，就是人。对，所以你把笔刷调好，入芦苇，但是要入黑色。好，再处理一下。这样是 OK 的，但是如果太多，你就再稍微旁边再稍微这样，这样 OK 吗？所以其实这个像这种来讲就是比较单纯的，好，比较单纯的。那等一下我们再看另外一张，我刚刚在这个 Lesson 6的制作节，我放另外一张椅子，这一张，我们刚刚那是正面拍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把焦距对在前面嘛。那如果你是要拍景深呢？比如说你去那个，比如说阿万大啦，或什么之类，你去拍那个有很长的，好，有这种纵深的。那这个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你用这一张好，不要用那一张，用这一张。如果你是用数位相机拍，前景、远景都很清楚。那我现在就希望这个，这样这里能够怎么样？清楚，这边变模糊，有没有？那你要怎么做？一样的做法跟刚刚差不多，但是是遮色片的用法有一点点不一样。遮色片的用法有一点点不一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哦，一样，这里会复制的，对不对？复制，好，一样啊，把它变高斯模糊啊。你看哦，如果你曾经做过有没有？假设你要的那个程度是一，就是那个模糊程度是一模一样的，你会发现它这里跑出来了，它会记得你最后一次做过的那个。假设你都不改变，就按一下。一次就做完了，这样了解意思哈。好，做好了，一样我也要增加图层遮色片哦。可是问题，你有没有办法去这样涂？不好涂吧？好，所以我们这边就不要用笔刷了，我们第一次来使用什么？渐层，渐层工具哈，点下去。那我先等你，你先做到这边，好吧？这里。渐层，你看我点了之后，这里有一个渐层。这里呢，渐层有很多种，有什么？有这种线性的，由内向外的那种放射状的，还是这种，那会转，好像会转一圈的那种。好，还有什么？这样子的。那当然，我们现在用的就是第一种，就是我们要的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喽。那我怎么编颜色？它预设的话呢，颜色它有给你一些，有没有？他给你一些，当然，如果你觉得不满意的话，我们可以自己编。那我们现在因为刚好有我们要的嘛，所以我们就先用第一个就好了。那你看一下，它现在是不是黑色到白色？所以我们就从这边黑色到白色嘛，所以我就从这边这里这样一拉，
拉错边。黑色到白色，有没有？你发现这在做什么事情？我在画渐层哦，因为我们真的渐层也没有这样画出来，有没有？你要用涂的，要涂这种渐层太不太容易啦，哦，除非你的技巧很好。那所以我们当然是用这种方式。那你看呢、哦？我刚画的时候是从这边往这边画，你想看看哦。我们的头这里，你按下去的那个第一个点就是画黑色，所以我等于说从这边往这边的这个都是黑色，这样了解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有没有发现这里的确是黑色？那么这个画的这个范围就是你渐层的范围，就是由这边到这边就。这个是白色哈，这是白色，所以从这个之后的是不是都是白色？你看我们这个渐层有没有刚好在这边呢？这样对不对？到你结束点之后都是白色，中间就是渐层变化的什么那个过程。好，这样了解的。所以我再画一次哦，你看一下，我把它丢掉哈，我把它增加。你想看看哦，原本上面这一张是已经变成什么？变模糊了，变模糊了。我在这边，从这边第一个点就是黑色，之前也是黑色，黑色是会变成透明的，所以是不是看到下面那张清楚的？这样了解意思了。那到这个，如果我到后面这边，我拉远一点，我的渐层就会很长，有没有？这个渐层就会变得很长，一直到这里白色，这里是白色，那么相对的，是不是就保留刚刚那一张模糊的那一部分？哎，了解哈，了解那意思，来，画面还给你。所以说你在做景深的时候，不见得一定是用涂的，只是说平常我们当然刚开始用涂的，你会觉得比较方便，因为比较就是顺手嘛。但是你可以慢慢用其他工具来做，好，用其他工具来做，一样可以达到那个效果。